小朋友们拉着舞裙热情跳舞，如嘉年华晚会。后头还接着舞龙阵，热闹非凡。林佳龙一整天扫街拜票，最后一站来到东市的客家庄，徒步跟着彩街游行。林佳龙，动身！支持民众手拿气球、荧光棒跟着走，队伍绵延了两公里长。而走进了客家庄的林佳龙也改口说起了客家话。来嘿，气球，荧光棒，你是谁哦？枪枪，你好，荧光棒。林佳龙山城扫街秀客语，巩固客家票仓。对手卢秀燕同一时间则是在丰原举行造势晚会，前总统马英九还有台南市议员候选人谢龙介都来站台。宣布辞去任职六届二十多年的立委一职，卢秀燕宣誓，这不是他跟林佳龙的选举，是台中人民和执政者的选举，选战一定得成功，不留退路。记者陈思源、王一超、李若珍，台中采访报道。